二三。德兴幼儿园小朋友扭腰摆臀，跳起现在正夯的抖音舞，模样超级可爱。另外还带来蛙人操，展现训练成果。掌声加尖叫！才艺表演难不倒，一旁家长则是拿起手机猛拍，为小宝贝的成长留下美好回忆。由台北趋势研究文教基金会发起的妇幼亲子园游会，找来幼儿园小朋友暖场，还有妇女团体带来舞蹈表演。阿公阿嬷随着音乐摆动身体，展现活力。孩子们呢，能够在一个活动当中呢，可以让亲子的关系更加的密切。希望可以大家在这一次的活动呢，都可以玩得很尽兴，玩得很开心。因应高龄化社会，各里陆续举办共餐或健康讲座，希望落实长照服务。而松山区动画里特别和台北医学大学合作，提供年长者一系列的健康照护。以园游会方式举办成果发表，民众来到动画公园，不只可以看精彩表演，立委费宏泰服务处还特别准备美味的鸡蛋糕和红豆饼，让大家免费品尝。这个长照的活动已接近尾声，所以我们今天办一个园游会，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小孩子啊，上年纪的人，我们的长者，大家都参与这个活动，为了我们的健康啊，为我们的家庭幸福啊，我们来营造这样子的环境。妇幼亲子园游会有吃又有玩，还有摸彩活动，要和李明同乐。希望鼓励年长者都能走出家门动一动，身体也跟着越来越健康。台播到台北数位新闻邱世明采访报道。